可怕，可怕！从小西天辗转来到盘丝岭，哎呀，欲求见百目真人，谁知他闭关不见，还把我捉进洞来。我听说那蜘蛛精大多如狼似虎，可能正需我这般精壮汉子补补元气。哎呀，今日多亏猴兄弟。 若非你一路相救啊，我怕是回不成火焰山了。哎，猴兄弟可曾听过天命人？说是有位天命人一路大杀，我家大王与孙大圣曾是结拜兄弟，大圣陨落后。 代王好似病，那天命人若真能救活孙大圣，这一路来我到处求人，随即猴兄弟，我已做好他们不救，我他日若能在火焰山相逢，万万保重。这一路来我到处求人，猴兄弟，他们不救，他日若能在火焰，万万保重。
喜！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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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喜！闭嘴！好蠢的东西，快些走。快来快来，他们到了。又不是三姐姐你成亲，这么着急做什么？叫你编排我，今天我就收拾收拾你这小蹄子。好姐姐，就饶了我吧。来了来了，新郎官来了。我来迟了，妹妹们久等。我当母亲日思夜想的是个什么俊俏郎君，怎么生了这般憨丑？嘴脸是有小子，不过母亲喜欢就好。丑是丑，听说以前倒还有些本事，为了抓他，母亲的家传宝贝都用上，可是费了姥姥劲儿。二姐姐真是勤谨啊，捉的好东西也不先让妹妹们尝尝。妹妹好大的气性，母亲心心念念要嫁的人少根指头，咱们都没好果子吃。嫁了她又有什么用？我们还不是一辈子守在这鬼地方，连你也不消停，想看就去前头看。我说妹妹们，这还没开始行礼，你们就急着要闹喜糖了。嗨，不过是母亲修炼用的精元，我们呢别操那没用的心。姐姐，人我就交给你，一路辛苦了。妹妹们又不晓得事，难道你也看不出来吗？你就当心疼心疼母亲，也是我们做儿女的尽一次本分。我何尝不心疼她？她数十年的病根一直好不了，正是拜着纯木所赐。不恨就罢了，还这般作践自己，我是咽不下去。有些事情不看对错美丑，更不论强弱输赢，都是机缘巧现编织的宿命。姐姐，你我当时都未出生，不曾见母亲用过的情，自然也参不透她今日的痴心。世伯那边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借来的福分，能多享一日，也是好的。你，随我来。前面便是母亲的兰房了，这里有几句话要叮嘱你。母亲平日里都是好的，唯有吃饭时只爱独享，千万别去沾惹她。还有，别细看她的脸，尤其是眼睛。姐姐，不能再耽搁了。我的话，你可要细细记住了。快去，别误了时辰。天上果然不是人过的日子，能回来就好。